好，小叶。连续下了两天的雨了。本来昨天打算的是和我老叔约好，一起到山里面来捡菌粮的。但是昨天一早下了大雨。今天这个天气吧，阴着的，也还可以。这样的天气比较适合爬山。今天我们主要还是去寻找那个香蕈。前几天我们看到那个这么小那个，已经过了好几天了，应该也长大了。这个菌子的增长速度比较快的，我们现在也赶快去看一下，希望有个好的收获吧。走，出发。我听到没？不要扯龙洞口，不帮你按大门呢，这鸡腿。啊？哎，我寻他们在这里发现了，看一眼，看一眼。哇，你看一捧。走，我上山了，一坨还。土海才是传统的气质来的。爬土海了，爬土海不然就爬去，好，给家着，这冒出来你就爬山了，对不对？他有时间没下到啊，那真是稳当。那可不是了，是呢是呢，来看一眼。哎，你这叫拍龙虾。今天的队伍特别的强大。在一棵树桩上有发现了，可是特别的小，小的也拿着，这里也有，都才刚开始出的。这里也有发现，这几朵，这朵就比较好了，这里又有一朵。或者开了的，这个桩子上又看到了，这个就是精品啊！看，这个是最好的。这里一棵野姜，朋友们还认识这个野山姜吗？在我们这边挺多的。看这个，好小。上面这里发现了一朵大的，稍微大一点点的。这里一样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！在这棵树上面，看到有几朵，不容易啊。这棵树上，一小朵，蚂蚱也是这，拿着。那个地方又有，有没有看到？还是几小朵。这里又看到了两小朵，这个叫香蕈，就是所谓的野生香菇。哇，看这棵树上密密麻麻的结了一些，可惜好小啊。这些东西太小了，这里也看到几朵。今天来找这个香蕈的人太多了，绿绿的，上面已经长苔藓了。这个，这棵枯树上又发现了几小朵。都不怎么肥啊！哇，下雨来了！这里又看到了这一朵朵，还想隐藏起来。哇，这一朵挺肥的，这朵像一个大的多着几朵就实在了。
好肥呀、啊、这个。这地方扒开看一下。这里有。这一大朵。哎，这一朵不是。这一朵是个毒菌。这两天这个毒菌已出了。证明个山里面野生菌也陆陆续续有了。来，在这里发现了这一颗。这一颗也比较漂亮了。三小朵。啊，这个鱼是越下越大了。找上一个地方先躲下鱼吧。现在下雨来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先躲一会儿雨吧。下的不是很大。朋友们，我也发现好货了，刚才就坐在这里。啊，我过来这边一眼看过去，又看到了。貌似这一颗还挺多的，我们把它一颗的搞出来看一下。啊，很不错的。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吧，大大小小都有。我把它摘着。太高兴了。这个颜色比较漂亮的，红红的。这里还有。现在我们慢慢的搜寻吧，也不等雨停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找了好半天，终于给我发现一小片了。下过雨之后，这个菌子都是水灵灵的，那里一动就把它冻掉掉。先捡着，水灵灵的。这些颗就比较好了。这么小小颗柴上面长了这么多。啊，旁边这里。下面。这个叶子下面，有的时候它隐藏那个叶子下面，你好好的看一下。先给它放到这里一堆的。看，再不拿回家就坏掉了。这个，翻这里翻到，上面这里，这里还有一小堆的出在这里。没有了。在这个地方就找这么大一堆，挺不错的。在这里发现了一颗这个灵芝，
这两天居然还有灵芝，这个估计应该是去年的了。这个里面这个都是黑的，这个灵芝入药泡结的比较好的。前面面这里看到两朵小的，这里又有。小朵小朵的，不仔细看还看不到。这个都是小的，哇，这里还能找到几小朵，这个品种好小。这里又发现一朵大货，最肥的一朵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里又发现了，可惜就是一个独朵，还挺肥的这一朵。前面这里又看到了。朋友们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就是小的，特别的多，那些都是小的，看看有没有大货。下面这个烂掉了。像那个香薰嘛，它都是长在那个绿茶树上面，别的树我们都不用看的。附近再看一下有没有。哦，这里又是也好几朵了一样。这一棵跟我们这边叫的韭菜兰，属于兰草。三大朵，这里这一棵树上也发现好多小的，几朵勉强可以。太小了，随它。前面这里又看到了，挺肥的这个。这一棵小的小的。走了好半天，终于爬上来了，好累呀！今天还好，天气不怎么热，刚才稍微费了点雨心，比较凉爽。今天本来计划是按照我们上次来的那个路线走的，那个路线上我认的窝子比较多，但是来的人太多了，他们都跑得比较快，都往那个方向走，我又重新找了一个不认识的地方，随便乱跟了。总体收获嘛，也还可以。都是一顿了，反正现在我们就准备回家了吧，改日再战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明天后天我也可能就到我们山里面去找那个红葱白葱之类的，我估计或多或少是会有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和朋友们分享到这里吧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